知因懂果是真谛。下，把人家当傻瓜，自己才是最傻的人。过去很多人之所以被别人骂傻瓜，就是因为他永远把别人当傻瓜，对娶回来的老婆不当回事，不好好沟通。哪天他觉悟了，一旦遇到一个比你更好的男人，他就跟着跑了。这就是冤冤相报，因为你对他不够关心，否则他怎么会跑掉的？这种事情怪老婆干嘛？怪自己不够用心吧。我们现在的人愚痴，在碰到问题总是先怪别人不好，总是从别人身上找问题，其实问题都在自己身上，应该先把自己的问题找到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就像照镜子一样，你从镜子里看见自己脸上有个脏东西，难道怪镜子不干净？你再怎么擦镜子，脏东西还在。只有从自己身上擦掉脏东西，镜子里就没有了。一看镜子怎么这么脏，其实不是镜子脏，而是你的脸脏。把脸擦干净了，镜子不就干净了？你去怪镜子干嘛？话要好好讲，有什么话不能讲？人的五官中最重要的就是嘴巴。动物与人的区别在于动物不能讲话，所以他们不能沟通。沟通是最重要的，用现在时髦的话讲，就是我协调一下。每个部门之间要协调，人与人之间也要协调，跟老婆要协调，跟孩子要协调，跟环境要协调，单位中、社会上都要靠协调，不协调怎么会成功？你怪人家不好，这个人不好，那个人不好，最后你什么事情都做不成。对镜自照，须自察，污点皆由自身发，心外求法终是错，广结善缘得善果。